Congress recently approved more military aid for Taiwan.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我们强烈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菲方挑衅滋事，是近期南海问题升温的直接原因。 菲方倚仗外部势力撑腰，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频繁在海上侵权挑衅，制造事端，并散布虚假信息，误导国际社会认知，可以说是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十六架次的军机是进入到台海周边进行活动，是今年单于2027年之前完成攻台的准备。请问国防部有怎样评论？谢谢。美方介入是南海动荡的最大推手。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罔顾事实、挑动对抗，为非站台背书，多次以所谓双边条约对中方威胁施压，还派出军舰到南海。 挑衅滋事，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对此，中方态度清晰明确，那就是美方根本无权插手，美菲的军事合作也绝不能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Of the Taiwan side that it will conduct Chi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have any comment on it and how the 那您刚才在回答这个南海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依靠外人。